就今天我们去山里面去抓鱼吃。听老谭说他这边有一个深山里面的一个湖，那个鱼河哦河那鱼很好吃，很多人去那里抓，就是野生的，然后它是那个水质比较好吧，养出就是出来的鱼特别好吃，它也不是养的，是那种野生的。因为明天我想回桂林了，嗯，可以吗？明天可以回去吗？你想回去就回去嘛，可以的，有时候不可以的。因为那边交给他们，我也不太放心，说实在的。啊，我家里应该今天也那事做的也差不多了。阿姨，哎，要不要跟我们去桂林？我看先喽。让叔叔喂嘛，是不是？怕他不懂吗？你怕他不懂啊？我爸是忙不过来，忙不过来的。山里又去山里面看猪，家里又猫又猪了，他哪里管得过来？把那家里面那一头放去山上面嘛，放回去。又拉回去，还不是留到这里，到过年宰了他。我就是想着留着它过年再来拉拉肉嘛，是啊，养肥一点是吧？那个猪太瘦了，昨天烤那个没有油了。对呀、啊，太瘦了，要养肥一点做腊肉才好吃。哇，这个鹿有点惊险哦。现在不放米啊，到过年了放一点米，让它肥一点啊、哦。那我们真的明天回去了。嗯，那我们明天回去就回去嘛。但是明天回去我要先到柳州，我要停留一天、嗯、这个鱼真的吃的有点惊险啊，你要告诉我这么难走我都不想来了。人家也开车进来抓的呀，直直开哦，这个太危险了，稍不小心真的屁屁屁我这个直角，我跟你们说考科目二的时候有没有考到这个？科目三才考到这个，还是科目二？忘记了。科目二的时候考这个的啊。你们如果说考了，哇、哦，那要不要我下去看？不用。他修这条路出来的，肯定是可以通车的。是可以通车，就是危险，怕你技术过不过关先。你们如果来核实一段时间的话，我敢保证你们的车技肯定是上涨。对，回到市里面肯定6666可以转进去的。对，那些科目考不过的过来练一下，保证考得过哈。啊，闭着眼睛都能考过了。闭着眼睛考不过。就是80迈都可以考得过科目的。一油门哎过了。啊，一踩油门停下来就过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挂科之说的，真的。这个鱼吃的太不容易了，哇，这个风景好漂亮。下面其实我们是在山顶上，看到没有？下面是山脚。好吃的都在大山里面。对，我看到这里有养鸡啊什么的，他们那些鸡卖给谁啊？垃圾街上面卖的呀。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就买不到这种鸡呢？很少的，它节日就会抓那么几头几只出去的，懂行的人家就一大早就会把它买走了。也是，风声好大，没有它，确实风声大，风吹得好舒服啊。哦，上面应该听不到你的声音了，听不到吧？应该听不到了，你慢点，注意安全就可以了。看下面的山，高的其实，还好这个位置有围栏啊，上面还有养猪的，这边到处都有人养猪。
就是很多养这种香猪的，外地吃不到，它这种卖到南宁、广州这些的地方，其他地区的应该没有吃过这种猪，价格也是比较高的。它这个其实离虾米很远。是在一座山的山顶，一座山的山顶上。真的来菏泽旅游，我感觉比较在桂林好玩一点。就是下面那个湖啊？是啊。山间的湖泊。我不会游泳哦，下面有栏杆吗？没有的。那怎么弄啊？前面应该有地方可以放车的。我只是听说过这里可以进来的，我也没去过里面。那我们都没有带鱼竿要去里面。他有人在下面钓的吧？你看这个河漂亮吧？对啊。这个水啊，这个水超级清。这是在山间的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，这个看得到，那里看不到。这里面的鱼应该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原生态。这叫山间美味，山珍。何味？这是山珍。这是山珍何味？山珍何味？有人在下面钓吗？有，应该有的。没有的话，人家怎么？有人专门钓起来卖是吗？是啊。我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卖的，捡一条晚上回去吃。嗯，走，就去看一下。它是绕着这个山一圈。天哪，高低我也要整一条鱼回去尝一下。高低有没有啊？说呢？你说有人卖的，你带我进来没有？你带我进来看什么？进我跳下去抓一头。那就别跳了，你又不会游泳，我还得找人去捞你。哦，这有点危险。真的心理素质不高的朋友开这个路，你看这个旁边就是陡壁，上面就是湖泊，下面就是湖泊，靠离一点啊！我心理素质也差，我坐副驾驶心理素质都差。我看一下这边是哪里。看，那里那个小船停在那个湖泊。这个水很深的。应该是有人养殖在这里。不知道，我也不懂。它这个是水电站吗？哎，挺快的，它这个。它们像飞起来一样。啊。这个就是水上漂。他们垃圾去街上卖，这么从这里走啊？是啊。这是这个。不打，它到这里才是到的，它应该是到这里停的。应该是吧，我看船上面有鱼了。应该是它，刚才那两个开出去的不是这个船。那直接停了。起火了就停了。停了。应该就是这个。大大给，小心点哦。可以说普通话吗？可以说普通话。啊，说普通话。不然我还要带翻译过来。老是说英语，我都没有带翻译。是这里这个河捞出来的是吧？是这里打的。啊。这里不是不可以打鱼吗？可以打鱼的。只是说可以捞，不可以轰。但是就是偶尔一条两条那样钓起来是吧？是啊。小心点哦，你上来，我看着害怕，你上来，你，对。一天能捞多少？没多少。哎，就一天就几百斤、几千斤而已。那个不叫捞，那叫捕鱼。发财了。要等他们过来，等一下上船，他说
说是在他们下面去拿鱼的，不是在这里。因为它是鱼是活的嘛，它放在下面养的。这个交易怎么有点害怕？这个是合法的吧？合法的，怎么不合法的了？这个开玩笑，不合法的。看他摸到没有？那划起来，我来。哎，拉一个，一个划一个拉。他们胆子好大哟。他不会游泳的。你们会游泳吗？会游泳的，我不会游泳的。没事，这个钓不进的。这个河有多深？60米到100米。六十米到100米，我掉下去都不找了。别说屁屁屁屁。慢点，慢点。我第一次坐这种船呢，我以前坐那种都是大船的。大的。嗯。小的灵活一点。小的灵活一点，但是害怕的。行，你抓紧。可以拉吗？可以，可以的。那我坐哪里？这个可以站着。最好不要站着，坐着你我站着我怕你眼光。坐着啊、哦。我等一下，我拿那个凳子，你站那里就好。我拿那个凳子。慢点，慢点。牙都不会翻的。这个凳子吗？我就坐这里了。给。没事没事。哦，它会咬，它会咬哎、欸。河里面不咬，那叫河吗？我第一次坐这种船。那个有没有救生圈？我先套一个。没事，不会的。哦。你抓紧点就可以了，你这样抓住我就行了。要捞水 啊！你这个船进水了？那么我这里还打穿了，你这个这里，你在这里我打穿，这个是装鱼的，装鱼的是吧？嗯、我以为你这个船现在刚开始就进水了，也是进了一点点，那这个有点危险了。没有，这个再打满水，它都不水满，它也不会沉。这样子是不是？我、嗯、这还没开始，就船进水了，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呢。有多余哦，上面是吗？哦，就在那里啊！哦，那里是吧？等一下，是我们回来的吧？游回来。是我们回来的吧？你游回来。游回来。你抓紧我就得了啊、哦！你衣服都要揪烂了，等一下。哎，船不响了。在这个位置船不响，有点麻烦哦。天哪！害怕，朋友们可以来买鱼，体验一下坐船。这个坐船，你是第一次坐船啊？啊，哦，这个船都不响啊。没有，我不是第一次啊，这是第一次坐这种船。打不起我了。打不起我了。啊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终于可以去啦！就在那里。这小的，那个飘上来的是死了的，它这个鱼也是在船。你懂了啊？这才是真正的河鲜是吧？河鱼的。嗯，河鱼。你看它胆子好大呀你！怎么会死人那么多呢？没有，这是我们那个放虾的，那个上了一些小鱼仔，然后就钓去喂鱼嘛。像我喂鱼呀、啊？喂鱼。你慢点，你小心点。平时它上面有网兜住我的，这个放心。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商铺，就是外面吃的那种河鱼，是不是真的河鱼、啊？这个才是真的河鱼，那外面都不知道吗？他说真的就是真的，是吧？有大条的吗？大条，那鱼不大的，有大一点的，有一条大一点的。看一下。你可以，带我拉上来。
你们要全程直播的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拍视频记录一下，没有直播。看他发上来，看怎么样？下次有粉丝过来买鱼的话，给他打个折，送他多游两米江。不用打折，送他坐船多游两米江。哦，那个是贝壳吗？对，贝壳。那好大个喽。大鱼，那个你看那个贝壳很大个喽，那个是蚌，不是蚌，那个是蚌的，蚌，蚌啊，就是里面会有珍珠那种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河蚌没有是吧？我干嘛了？哎，抽完这烟烟袋袋你就捞了。啊，等一下什么鱼？这个鱼都是精品鹅鱼的。这种是什么鱼？那种小小长长的那种的、啊，那个是品鱼的，那个是蓝刀鱼。哪一个最好吃？他妈那个娃娃的那个啊，娃娃那个是什么鱼？桂花鱼。桂花鱼。哦，那上面有一条大的。那个是鲶鱼。鲶鱼。鲶鱼。啊，鲶鱼也鲶鱼嘛，鲶鱼跟那个桂花价钱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河水可以直接喝吗？河水，我这个不要直接喝。这个肯定的啊，捞鱼吃，要那条大的。大的好伤了，伤一点那没事。要我帮忙吗？不拉一个，我不帮你拉，我怕撞伤你。帮你定一下这个网。嗯，对对，那这鱼很凶猛的。很凶猛的。其他的鱼在里面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鱼？鲈鱼。鲈鱼啊？鲈鱼那么小啊？对啊，河鲈啊。鲈鱼不是河里面的吗？是河里面的。不是海里面的吗？是河里面，这个是河鲈啊。它也有海的，也有河。清蒸鲈鱼啊。啊。那两条小。你用就三条而已。哦，那你就拿完了。这个太小会不会有刺多？这个也没有刺呢。哎呦，那么生猛的。买鱼送洗澡的，我不要这个服务。还有一条跑哪里去了？我看到了。他的这条，那条跑了。跑了。太生猛了，这个买一送洗澡的有点，这个服务超值了，下次不要再送了，这个服务很好，下次不要送了。这个水洗脸比你那个什么洗面奶还要好的。洗面奶它是有去脏的东西的。这个打算够甜的。哦，这鱼有点像那个七夕。不是，像那个海里面那个叫那个石斑鱼。哦哦，像石斑鱼，对，像石斑鱼，是石斑鱼吗？不是石斑鱼。不知道它叫什么。怎么要放上去一下下？嗯，抓到手啊！哦，抓手啊！这种鱼抓到手很痛的。嗯、我以为要戴手套，其实，因为抓到手的话容易发炎。这个是，这个是什么鱼？桂鱼，罗非。留的桂鱼。哦，这是罗非鱼是吧？小罗非。罗非鱼拿来喂鱼的。我们罗非鱼都是拿来吃的。鱼的吃的不怎么样。啊，鱼这个比我们还好。感觉我们活的不像个鱼一样的。那个河蚌要不要包粥？那个给一个，你拿着，你喜欢的我就拿个给你们。我就看到两个。两个，那你要。我看到三个。三个，四个。我想要你们，给你们的。好。好的，谢谢。包粥是吧？那个河蚌哦。啊。那个没吃过，我就拿好玩的拿来而已。是包粥啊，包粥的、嗯，我不知道说的。以前我们养的那个鱼，它里面也会有这种，就拿来包粥。哦，又放生了一条。那一条3块钱，2块钱捞放。
这就是我们过来今天有一帮南宁要的鱼了，南宁过来的，南宁过来的，然后手抄肉的。今天晚上我先帮你们试一下这个鱼好不好吃啊？好吃推荐你们过来，老板说带我们去那边玩一下，这个老板还是很好的，我们去那边玩一下，下次你们来合适旅游的话可以问一下老谭在哪里买这种鱼啊、哦。买不到的，只能来到这里买的。啊，来这里怎么来嘛？你告诉人家嘛，是吧？也可以为你们河池带点旅游贡献嘛。啊，开导航嘛。开导航，这里哪有导航？开到河里面导航，导航说信号不稳定。上次你导航导到山顶上面去，那个导航还在叫往前走，前面就没路了。